佢兩個咧喺3月2日嘅時候失蹤嘅。咁佢哋曾經話過自己會翻上大陸，但係到而家咧都仲未翻到。究竟佢兩個係去咗邊咧？道哥，有人同我哋透露喺上次殘殺咗一對60多歲嘅夫婦，並將佢哋肢解。并透露佢同第二被告早喺半年之前已经开始筹备杀人计划。系我杀死阿爸阿妈嘅。究竟个肥仔有冇份？系你教唆佢杀佢父母，你当嗰次系一个预习。哇！屈我啦，屈我啦，我冇问题噶，我想问你想问我点解要咁做？你觉得喺咁样嘅精神状态底下去录口供，对我当事人系咪恰当啊？嗰份认罪口供佢自己亲手签噶。佢咧呢一度咧系出过啲事啊。所以佢咧記性好差，唔記得嘢。如果企喺犯人欄入面嗰個係你，你會信人定係信制度啊？制度係可以改，但係為咗私心改嘅嗰啲叫權術。第一被告聽日會唔會自辯？我聽日諗緊講。個肥仔其實係咪真係咁簡單？你哋系咪已经有决定？系。